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我能够采访到税法律师李元恭先生。您好。你好。能否跟大家聊聊您的教育背景呢？我大学是在加利福尼亚分校河滨分校然后读的经济学，然后呢我有 concentration， 就是在会计上，所以说我从大学以后呢，我是去读会计的，然后大学以后，我读了一年的，我去做会计做了大约半年左右，但是我后来我准备我要去法学院，然后呢，我就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去 intern。去实习，如果然后呢，我是2008年去圣地亚哥法学院去读的法学，然后呢，在那边读完法学院以后呢，又读了一个硕士的，专门去补读税务法，差不多是这样。聊聊您的职业吧。我是一个税务律师，我主要的服务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税务审查辩护，所以有如果你要与 IRS 或者跟其他的就是税务局的有些关系的话，我可以帮你辩护。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是去做规划。我们大部分的客户的话是需要税务上的规划，就是在国内也是国际性的规划，如果有一些移民前，在有些想要移民过来美国的人呢，他呢需要一些规划，因为美国的税呢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要在他移民之前的话，把他的财产还有资产准备好，然后呢规划到一些信托或者一些公司里面去，这样的话等来到美国以后呢会更好的处理这些事情。这么多年职业生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呢？难忘的事情呢，就是我刚出路的时候，我开始与圣地亚哥华人律师协会开始有一些 participation， 有些就是参与。这样子的话，我参与的时候呢，我就是做了一些很多就是有利就是与这边的华人的事情，像我们之前很多的律师来一起来为一些就是有华人有一些法律需要的人可以帮他们去帮助。因为我刚来圣地亚哥的时候，这边的华人律师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现在青年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华人律师都在圣地亚哥，所以我觉得那一次这些参与的时候呢，就发现实际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好的律师，华人律师，然后可以在这边为圣地亚哥的华人做一些很好的服务。对，这个华人律师协会每年都有什么活动呢？我们每年一般都有一个像这种 clinic， 就是诊所，就是说完全免费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法律的就是area， 很多的不一样的。对，我知道已经办了两届了，办得不错。对，有什么家庭法，有什么移民法，然后呢如果你要有房地产的话，有房地产的这些东西，然后税法当然我也会，然后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刑法的客户来，所以这些都可以。而且我们每年还会有一个就是晚宴，就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 dinner， 然后我们会邀请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其他的协会的人来，就是像其他的就是亚洲的
亚洲亚裔的律师协会与那个各种各样的就是像什么兄弟团体，对，兄弟团体了，就是这样子说比较好一些。对，我有看到不同的律师团体他们都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对对，每年的晚宴都办得非常的热闹。对对，现在目前有多少会员呢？现在会员的话我已经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是前一阵子在里面，我是当时是主席跟treasure， 但是现在已经换人了，应该我走的时候呢大约有五十个那个多的会员，因为他们很多大约很多都是华人律师，所以他们都会说中文，所以五十个在圣雅各已经很多了。 对很多。那你说你从事这个税法这个方向哈，这个新的这个总统政府对于税法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呢？他税法政策他有很多想法，我们之前就是在他竞选的时候就有看过然后呢我对他的税法的有一些意见，也有一些就是赞同，因为很多事情的话像像他的就是对于就是 business 对于那种商业的那个税减税的话呢，我是很同意的，因为我觉得美业上的税法是最高的一个国家，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呢会防止一个商业可以就是增长，所以呢如果你稍微把它降低一些的话呢，并不等于就是说你会把你的就是会这个政府不会缺多少钱，但是呢它会让你其他的企业呢可以启发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它有些东西是对的，但是它有一些像遗产税啊这种东西我就有一些不同，因为这些遗产税的话全国只大约0.1%的人才会需要去交遗产税，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减少。那你对 San Diego 的年轻人想要学法律的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学法律对我想跟他们说的话说就是说想要学法律的话呢，第一点呢要想要知道自己对什么 industry 比较有兴趣的，因为法律非常的广，不一定只是同样的，不是只是说我可以就是随便就进去，你要对一些企业，像我之前是会计，很多我的同事他们之前都是一些scientist 或者 engineer， 还有一些就是有各种就其他企业的这种experience， 所以呢先想知道自己想要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因为法律实在太广了，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很难决定自己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有人为了偷税漏税哈，他就退出美国国籍到一个小岛上去，或者把公司开在哪儿，这个想法你是否有赞同呢？这个呢，实际如果你要是全部都是合法的这样子去做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像很多大的公司都会做这种事情，我们都有学过，就是谷歌还有什么 Amazon 还有什么 Apple 的话，他们都有去做这种 structure， 就是说把一些公司放到外面然后这样子的去，但是他们都是以合法的方法来去做的，而且他们都有很多的律师帮他们去把这些东西做的是合法的，但是说你就说你故意放到一个岛里面去，然后呢把所有的钱放那边然后什么都不报，这是一个不合法的，我当然不赞同，因为你有合法的方法去做，为什么要做非法的呢？所以这是我的意见。所以要律师帮忙就比较合法。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太贪，你税是一定要交的，但是你可以交少一点，你不需要交像大家那么想的时候要交很多，但是你有一些方面的话是真的可以减税的。实际美国的税法是很好的，尤其对有钱的人，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漏洞吧，不是算是漏洞，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方法可以去either 就是 extend 就是说 defer 就是延长你的税收，或者呢你可以就是避免这些税收，如果真的资产很多。那你对新移民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
对新移民要求的话呢，就是说你去找一个好的会计，或者呢跟你的移民律师要多谈一下你的税的问题，因为你当你来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法律呢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像遗产税啊，而且你要在加州，如果那些遗产的话是非常难搞的，不是像中国这样的慢慢一下就过去了，而且在美国的话，所有的地方它都可以都是用电脑来去查你的资料，所有它总是会有一个就是 paper trail， 所以呢，不管你怎么弄的话 ，eventually 的话，你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要不以合法的方法去处理你的资产，所以呢，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就是跟一个律师谈一下，不管是移民律师啊、会计师啊，或者是帮你做房子的就是 realtor 的话，他们都可以跟你说一些问题。如果真正需要更多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像跟我这种律师去谈一下。我一般这种律师的话，都第一次见面都不应该会需要去向你要钱，但是因为他大家只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到底需不需要个律师而已。就是这样，因为就是一定要以合法的方法去过你的生活。那如果在中国继承了房产的遗产，还有一些现金的话，是否需要在美国这边再报税呢？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不需要。你要在中国记的财产的话呢，是不需要在这边收税的，但是你需要去报这个表格在那个给你的税务局里面。但是呢，如果任何人给你遗产的时候呢，从在外国的遗产的话，是不需要付一分钱的税。美国不纳税，从你的资产里面纳税，因为他们只是从你的收入里纳税，遗产并不是你的收入，所以他不会。只有在美国的遗产的话才需要去纳税。那您来跟大家聊聊您的专精吧。我专精就是税务的法律，所以呢，我的所有的学历呢，实际都是在税务上面的，所以我专门只做税，我不做其他任何的法律，像移民啊，或者是什么家庭法的话，我都不会去参与，我只是帮你去规划你的税，这是我的我的所有的就是简历上面的话都是跟税有关系的，而且这个我这一行呢，不像其他的法律很难，因为你要需要有一定的experience 在这些，就是我以前是个会计，所以我知道会计的税表应该是怎么报的，然后我知道这些会计的是要怎么在一个 business 应该是怎么样的去 form， 怎么样去做出来的，所以呢，我对这些比较清楚，所以呢，我才去做税法，因为当一个税法律师的时候，你要懂会计师啊，你要跟这些金融做金融的人有共同的语言，要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与他们沟通的。举个例子好了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前移民，就是移民前的人需要做的规划，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大家都有个房子嘛，一般来移民前的话都会在国内或者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个房子，然后你来到美国以后呢，如果你要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呢，这个房子的增值虽然它是从你买的那一天开始算，所以呢，虽然你来的时候呢，这个增值已经有了，但是呢，不等于你以后，你来了以后的话是从那一天开始算，所以呢，我们这个事务所呢会帮你做个规划，做一些 structure 进去，然后让它呢，可以就是变成到你今天的就是你移民那一天的价值，这样子的话，你等到你移民以后呢，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呢，是不是从你买的那一天来算，而是从你就是进入境的这一天来算？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就会跟你说
说啊，你只要做一个 evaluation， 就是一个人帮你去估一个价钱的话就可以了。在这做税务局的话呢是不可以的，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在税务局认可的一个东西。你要做成一个是一套，就是你要在中国要做个公司，然后在美国也要做个公司，然后做一些就是 tax 的就是税务的 election 的话才可以呈现的一个事情，并不是很简单的说我把这个房子估一下价，我明年去美国，然后现在我估个价的话以后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先找个律师来谈一下。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采访李元恭律师，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税法的问题请与他咨询，谢谢。